就这王羲交家发于吴霸，入室故有河山河石，面对荆漠，入残贼人，逼往梁山，地结冷的习音，这是一种王羲交家。怎么叫王呢？王就是冤枉。什么叫冤枉呢？就是啊，含冤莫深。含冤莫深呢，就是自己本来没做坏事，就被人家被这个政府啊，就说你做坏事，或者有人呢冤枉你告你，你本来没有偷东西，他说你偷东西了，冤枉的，就是不值啊，就是没有真正的道理讲，这冤枉。王羲交家，那么冤枉，这个冤枉啊，或者你被人家冤枉。亏了你冤枉人，这都是啊枉习。你被人家冤枉，这许氏的业障啊遇到一起，没有许氏的业障，那么这是啊新生出来的这种冤枉的业。你冤枉人家，你没知道对方没有做这种坏事，你故意冤枉他说做这个坏事了，这种相加，这种习交加，发于乌棒。乌棒呢，就是乌，就是乌烂，棒呢就是回棒。我故意说你偷我的东西了，你没有偷我东西，我就说你偷了，你没有杀人，我说你杀的，给你栽一个赃，故意给你做出来一个罪过，这叫诬谤。入室故有，像这样子，所以就有啊。河山河石，这河山呢，这有地，这个也是地狱，四面都是山呢，合到一起把你夹到一起，或者四面都石头把你夹到中间，夹的像个肉饼子似的，碾，碾呢就是碾子，有这个碾米的那个碾子，也有这种地狱。对，对呀，就是倒对的那个对。荆漠，荆啊，这个人呢，要是净打妄语啊，这不诬谤吗？诬谤净说假，说话说的不正确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狱。就把这个舌头啊隔出来，或者把这个舌头用铁钩子勾出来，用那个牛啊在这个舌头上用这个犁啊，就在这个舌头上来回烫来烫去。这墨，墨就是啊，你放到墨里头盐，入残贼人呢，就好像啊这个残贼人似的，逼往梁山呢。这个王羲啊，就是那个参贼人，参呢，他说话你说的不正确的，这叫参贼。二羲相排，故有压难垂岸楚路横堕注释，横堕这个肚子啊，都堕这个前生的这种的业障和今生这种的行为合起来啊，相排两种啊，相排，所以故有压，压就把它压起来，耐就把它按住。
锤，用锤子来打，按，这也是要把它按下。锄啊，就是把这鬼呀、放到那个布袋里，用这个东西啊来往出挤这个往出挤这个血水。横剁，横啊，这是一种秤啊，横剁就是一种秤，秤用秤称一称，衡量一下，衡量一下，或者用斗量一量，或者用秤称一称，就叫横剁。不是有这种的事情发生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财木愿棒，同名禅虎，菩萨见王入招霹雷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来看这个愿棒啊，这种的行为啊，同名禅虎，就给他起名叫一个禅虎，比老虎还厉害。菩萨见王，这个菩萨修行的菩萨，他不敢错因果的，所以呀、他看见这个冤枉这一种行为呀、这种习因呢、入招霹雷呀、就好像遇到霹雷呀、那么生恐惧心。霹雷呀、一劈把人就会劈死的，所以呀、菩萨看这个王字啊，就像那个霹雷那么厉害。使者诵习教玄，发于藏佛入世故有，渐渐照住，入于日中，不能藏影。第十种的习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诵习教玄。诵，什么叫诵呢？诵就是词诵。词诵啊，就是打官司，互相啊告状。告状呢，就有律师，有这个辩护律师，这就成了一个词诵。这词诵啊，它的这种的罪过是什么呢？就是服藏，就是藏服，藏服啊，就互相都没有真的啊。你就说你有道理，我就说我有道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啊，比如两夫妇去打离婚，啊，这个公就说这个婆，啊，这个丈夫就说太太怎么样怎么样不对，太太就说丈夫怎么怎么样不对。其实两个没有一个对，要有一个对的也不会离婚的啊。你要有一个对的，对方面也不对，你一包含原谅一点也就没事了嘛啊。两个你讲你的理由，他讲他的理由，于是乎啊就到去找律师。所以啊，就给这个律师因为啊觉得那个律师啊没有饭吃，如果你要不打打官司，那个律师就会饿死，做律师的会饿死。于是乎啊，就这么无事生非的找出了一点事情来干一干，好给一点用一点律师费，律师也就生活着啊。那么律师说好，你们两个打官司啊，我这生意啊是就好生意了。
所以那个律师啊就欢心地去打官司，找他去做辩护律师啊，辩护一堂就50块钱，或者100块钱，或者200块钱，或者3-5千，看你这个案子的价值如何。所以他就随便刮龙了，随便可以中保了。这个呢宋啊，就是咱都打官司的交选，交选，选就是选呐，就是你说你有道理，我说我有道理。发于藏府啊，为什么要打官司呢？就是互相啊不坦白，你对我也用了假面具，我对你也用了假面具，假面具一揭穿了，这就要讲道理了，你讲道理呀、啊、还是用这个假面具藏起来，藏呢就隐藏起来，服就把它盖上，明明我不对，我没有道理，我把我没有道理这个地方盖上，把我那个有道理的地方提出来，明明我这个不对的地方，这个我不合理，我把它藏起来，我把这合理的事情显露出来，这服藏。若是故有见见照住，见呢就像镜子似的，这言其啊这个地狱里呀、啊，你到那再生的时候欢喜打官司，欢喜造罪恶，等到地狱啊就有这个灭镜台，没有灭镜台啊，你再生所作所为到那一照都现出来，对吧？好像演电影似的，一幕一幕的就都演出来，那个放电影那个片子那个底片都给你放出来，照住啊，就好像有这个灯柱似的，你一点也没有伏藏的地方。入于日中，就好像啊在那个太阳正中的时候啊，不能藏影，那个影啊没有地方可以藏起来的。二席相尘，故有阿友夜静火珠披露许夜对宴诸事。这个前生的业障和今生的这种的业障相沉，怎么互相陈列起来，故有阿友，所以啊就有阿友。这阿友啊就是不当阿友啊，乃至于家庭眷属啊，它包括在内。夜镜火珠，在地狱里呀、啊、有这一种啊孽镜台，又有这火珠披露许业。你无论前生你有什么罪业，所造的罪业都可以现出来，对验诸事。你不承认，不承认就给你证明一下，就来给你拿出证据给你看一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伏藏通明淫贼菩萨观佛如待高山旅于巨海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十方的一切如来呀、啊、色目伏藏，他看这个伏藏这种行为呀、啊、这种吸引呀、啊，同名阴贼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阴贼。菩萨观佛啊，菩萨啊观这种呢伏藏啊，就这种颂啊，入在高山，好像啊头顶上一顶着一个高山，旅于巨海，在大海里走，你说怎么能出得来呢？没有法子出得来。所以呀、啊，啊，菩萨是不打官司的。云何六报恶难一切众生六十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？什么叫做六报呢？恶难一切的众生啊，在这个六十上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，这六十啊所造的业，所招的恶报
那么他造这个业去啊，受报啊，所招的恶报啊，是从什么地方呢？从六根处，从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、啊、发生出来的。云何恶报从六根出？一者见报，招引恶果。此见业交，在临终时先见猛火，满十方界亡者神识，非堕乘烟入监狱。前边所讲的实习的因习呀、啊，就是一种习惯，因为有这个实习的因，所以呀、啊、要受六交报。六交报怎么叫六交报呢？因为这六种虽然是犯的这个罪业，它都有连带的关系，互相啊都有关联。譬如眼根对着见尘所犯的这种的罪业，这不过以这个眼根呢、啊、为主犯，其余的耳鼻舌身意都是从犯。主犯就是啊头一个造罪的，其余的呢就都是帮忙的，帮忙的来造罪业。可是啊，在前边俺们已经讲过，右方诸佛说是啊，成佛也是从六根成的，堕地狱也是从六根呢、啊、堕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十方诸佛呀、啊，异口同音都这样告诉阿难。所以我们现在呀、啊，要知道这个六交道，这六种啊。本来可以成佛的，但是因为俺们人不会用它，不会用啊，所以以这个如来藏性啊，依真其网，其网啊，由这个三种的细相生出六种的粗相。有六种的粗相，又造出啊无量无边这么多的相，所以呀、啊，就说这个业障有八万四千种那么多，这个罪业。为什么造这么多罪业？也就因为啊，俺们没有能做得主，没有能啊。不随这个六尘的境界转，现在为什么造业了呢？就因为啊，随着六尘的境界转了啊，没有能啊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所以现在没有反闻，就跟着六尘跑了。就跟着六尘跑，是第一个，就是见报啊，云何恶报从六根出呢？怎么样说的？这个恶报所受的恶报是从六根出来的呢？从六根造成的呢？一者见报，这第一呢，就是这个眼见色这个见报啊，招引恶果。
也为你眼睛这个见性见着啊这个色尘，于是乎啊就跟这个色尘转，这叫招引恶果。跟着色尘转，其中啊就会委曲婉转，有很多的委曲相，很多委曲相就会造出来啊很多的罪业，很多的罪业就会结了很多的恶果。此见业交啊，这个见业，这个业就是个罪业。交交呢就是互相交换，和谁交换呢？和这个其余的这个五根，其余的五根，那么就交互相啊交换这个意见，那么这个业也就互相啊交换了。在临终时，这样子啊，随着这个色尘境界转，于是乎啊就追生足色，足这个色尘啊，譬如啊你见着一个美女，见着美女生一种贪欲心，于是乎啊又听到这个柔软的声音啊，眼睛看见美色了，耳朵就跟着要听美声，鼻子呢就要闻这个脂粉的香啊，闻这个女人的香气，这个鼻子，你说这是不是？如果眼睛没看见，耳朵也不会就想要听这个好声音，鼻子也不想啊，也不会想到闻这个女人的香气啊，甚至于啊鼻子想要闻女人的香气啊，这舌头又想啊就想打这个坏的妄想，或者啊这个女人这么好，和这个女人接个吻不错啊，这心里呀、就生这种无明了啊，于是乎身就想着想除了要接触这个女人，于是乎这意啊也就下了许可了，也就给了一个许可，说这个也意也同意了，于是乎就造成这个淫业，淫业造成了这个恶果，将来就是或者造成这个跑到那个铜柱上面去啊抱一抱，或者跑到那个铁床上去睡一觉啊，或者呀啊这个男女二干呢、就是由这个铁嘴的虫子来回钻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就都第一造罪业的，因为这个见啊，这见本来你见着就见着了，你不应该跟着他跑吗？你见着眼观生财内无有啊，你能有这个功夫吗？有这个功夫啊，那不妨你天天见啊，时时见，你见多多益善，少少无拘。你要没有这个功夫啊啊，那你就要小心一点，要小心一点，就不要跑到那个铜床铁柱上啊，跑到那个地狱里去哦。你说这个临终，在临终时人人都会死的，哪一个人也不会说啊总活着不死的，除非你修行成了神仙，愿意活就活，愿意死死啊，你再问你做了菩萨，你回到正果恶罗汉，那时候生死自由了啊，但是你没有就有一个死的时候，这死的时候啊现什么？
先见猛虎啊，啊，因为你有这一种的淫欲的欲火，就先见猛虎。这个猛虎不是一个地方有猛虎啊，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满十方界，十方界呀，啊，都有猛虎。亡者神识，这时候这个死的人这个神识，神识就是那个八识那个识啊，又是那个灵魂，也就是那个可以成佛也可以做鬼的那个中阴身，那个中阴身，这个神识啊，就是那个中阴身。因为前五系阴已断，后五阴呢未成，所以这中阴，这个中阴身呢怎么样啊，就非堕乘烟，他就啊，因为他这个神识啊可以在虚空飞腾的，他飞腾到虚空，但是啊他这个神通没有那么大，于是在虚空就对堕落了，堕落啊就乘烟，他乘着这一股烟气到什么地方去啊，啊，到什么地方去，就是到那个无间地狱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地方啊不是好好玩的地方，所以啊，啊，就是旅行家，我相信旅行家也没有愿意到这个地狱去，去游玩游玩的。所以呀，我们任何人呢，都不要种这个信到地狱去的因，啊，我们到佛国去比到地狱好，啊，不要跟着这个人。发明二相。一者明见，才能辨见种种恶物，生无量味。二者暗见，既然不见，生无量恐。这个人呢，哪个人呢，就是造罪业这个人，就是啊跟着载尘所转的这个人，这个人呢堕了无间地狱了，到无间地狱里啊又发明啊两种相，这两种相是什么相呢，一者明见，能灾能辨见种种恶物啊，这个明见什么都能看得见，看见什么呢，啊，看见呢种种的恶物，你呀，啊，除非你不想什么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啊，就是这些恶的物，这个恶物啊，狼虫虎豹啊，啊，那个牛头马面呢，啊，有那个人身子长个牛头，有人身子长个马面，有这无常鬼戴着一个高帽子，啊，又有啊这猪嘴獠牙的这些个凶恶可怕的这些个东西，你所见的都是这些恶物，这些恶物啊，啊，怎么样呢，生无量畏啊，你就生啊恐怖了，吓得战战兢兢的啊，恐惧起来，嗯，二者暗见，第二呢相啊，二种相生的什么呢，暗相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可以啊，哦，没有日月灯光星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黑暗到极点，这时候怎么样啊，既然不见，
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又生了无量恐，前面那个畏惧，这个恐呢也是恐惧啊，也是害，总而言之是惊恐。惊恐啊，就是生恐惧心啊。啊，这时候啊，也就在恐怕这个时候再看见这个美女啊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有这种淫欲心，对吧？这个要问问这个人才知道。因为呀，他在生前呢就造这个淫欲业，所以落到地狱啊，就生这有这两种相啊，生种种的恐怖。若是见火烧听能为护汤阳铜，烧席能为黑烟紫焰，烧胃能为焦丸铁梅，烧楚能为热灰炉炭，烧心能生星火，病杂善骨空接。这就是六焦了，这现在讲这个六焦的这种形象。入室见火，像这个见火，它要烧到厅上，这个火啊烧到这个耳朵，这个听尘啊，声尘，听那个听，做能力呀、啊，做什么呢？那护汤，护啊就是个锅，羊铜啊，就变成了护汤地狱，羊铜地狱。这护汤啊，就把这个水烧滚滚，烧滚了它，把这个鬼呀、啊，放到这个滚锅里头煮上了，啊，把这个神石啊，就是王者神石啊，啊，他要烧听，就可以、啊、变成护汤，啊，羊铜，把那个铜啊也烧化了，烧化了，把这个人呢也放到那羊铜里头，不带呀。泡一泡，烧洗能为烧洗，为什么这个把它搞到这个护汤羊铜呢？就因为他这个耳朵啊，那个时候帮凶，做帮凶来，帮着的凶手，杀人凶手啊，这杀了人，这叫凶手啊。那么这个耳朵呢，他帮着这眼睛做帮凶啊，他就眼睛一看这没彩，他应该劝一劝他啊，不要听这个美声啊，不要听这个燕语莺声。那么他就啊帮着他，说这个声音也不错的，不单他相貌生得好，他那所说话这个声音也燕语莺声，美耳中听啊。你耳朵听见他说话啊，心里也就觉着舒服了，心里觉着哦，非常的有非常快感啊。这是啊，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护汤羊铜了。你快感了，你也终于欢喜听了，欢喜听，现在让你试一试，哎、啊，这个滋味怎么样？烧洗洗呀、啊。烧洗再能为这种火呀、啊，到这个鼻洗上，要烧到这个鼻洗啊，能为黑烟紫焰，就是啊，前边那不是说乘飞落乘烟呢、啊，那种黑烟啊，紫焰这种啊，火苗啊是紫彩的，这烧啊，这个洗，因为
因为什么呢？有这个烟，有这个焰呢？因为这个鼻子它欢喜闻闻香味嘛。这回这个紫黑烟叫你闻，哎，叫你闻个饱，啊，你反正你也欢喜闻这个香味。现在这个烟呢，这黑烟里头啊，相信呢，啊，不会很好闻的，一定是很臭的。这个烟比那个煤气也都臭，所以呀、啊，这黑烟，紫焰。你看这就因为好闻呢，所以招这种果报。稍微能为焦丸铁梅，要烧到这个胃尘，舌头弹胃尘呢、啊、现在呀、啊、焦丸，什么叫焦丸呢？是个铁丸子，是个铁丸子。这个铁丸子啊，到这个铁丸地啊，就叫你吃这个铁丸子，一吃啊，放到口里一烧，就把舌头给烧焦了，这叫焦丸。铁梅啊，吃这个粥是什么包、做粥呢？就用这个铁做粥，叫你来喝这个粥啊，你欢喜。欢喜、女人呢这个胃欢喜啊，接吻呢，这回叫你呀，一天到晚接吃这个东西啊。烧楚能为月灰炉炭，这个见火呀、啊、要烧到楚尘上，能以变什么呢？就能以变成热灰。这种热灰也不是就是这普普通通这个热灰呀、啊，那灰里头就有火的，炉炭、生炉啊，那个里边那个炭啊，烧心，心就是意啊，也就是法啊，烧到心呢，就能生啊，心火并洒，这个。好像星星似的，这么多这火呀，就往出撒着火星来烧你。上古空界这一种的热气呀，把这空虚空里头啊，都蒸满了，蒸满这种空气，空界的这种热力。二者闻报。朝饮恶果，此闻夜交，在林中时，先见波涛，莫逆天地，王者神识，降诸乘流，入监狱。第二种的这个六交报啊，是闻报。闻报就是啊，本来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可以成道的。这回呢，他就啊专寻着生尘而去啊，向外去闻去，不是反闻，向外闻。闻什么呢？啊，闻一切的他欢喜闻的这种声音，啊，或者欢喜听女人唱歌，或者欢喜听女人说话。何者欢喜？总而言之啊，男女都是一样的啊。女人就欢喜听男人呢啊的讲话，男人欢喜听女人。这不是这个道，不是一面的，是两面的，不是单单说男人，也不是单单说女人啊，也是说男人，也是说女人。但是啊，这个不是单说某一方面啊，所以。咱们听经啊，不要说哦，这个男人不好，这个女人好，不是的，是同等的，有同等的这种罪业。
招引恶果呀、啊，这个招引招怎么叫招？招手说啊，你来了来了，这叫招招手。引这也就是、啊、引你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招引的什么呢？恶果呀、啊，恶的果报。此文叶交，这个文呢，文的肺叶啊，和其他的根呢、啊，这个文根。这耳根呢和其他的五根呢互相啊交接互相交接啊，在临终时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先见波涛，就看见呢他所有的地方都是波涛，都水了啊，莫逆天地啊，把天地都充满了啊。你说他这种的鬼，他看天地都是水充满了，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不是的，这就是他一种啊业报所现，他看见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这山河大地呀、啊，神罗望相，房狼屋蛇，又是有这又有三藩市，又有牛妖，又有日本，又有中国，又有这个，这都是业力所现出来的。你要没有这个业力，这些个都是虚空的。你要是阅尽晴空了，你看一切周遍法界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你因为就有只照相，所以呀、啊、见着这星星闪闪种种的形象才有的。那么这个鬼呀、啊、他就看见这天地间都是波涛，都是水，莫逆天地，把天地都冲都淹没有了。亡者神识，这个造罪业死的这个人呢，他的灵这种神识啊降住乘流，他降的就到这水里去了。乘流啊，一流就流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也就流到啊他哥哥那个家里去了啊。什么地方啊？无间地狱啊。谁是他哥哥？眼镜呢？眼镜是耳朵的哥哥啊。他这六兄弟呀 啊一个跟着一个跑，发明二相，一者开庭听种种闹，精神怒乱；二者必听，刚才说闭月羞花之貌啊，就是这个闭把月亮啊都给关上了、把月亮的光都给关上了，都给闭住。既无所闻，又派沉默。你看着吗？讲得这么厉害呀、啊、这个人呢，愿意造业的人还要去造去。你说成佛那么好啊，他不欢喜去成佛。啊，你说地狱那么坏，哎、啊，他想去，想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啊，成佛那么好，他不想试试看，哼，啊，一试也不试，等一等再说，啊，说等一等再说。啊，地狱那么样子恐怖，试试看，哎、啊，他去试试看。你看，说这个。听坏声啊，造罪业，他一遇到这境界就要去听去啊。说我听讲经听这个声不对的啊，他不知那讲经讲的是不是真的啊，我现在试试看啊。发明二相，有两种的形象，一者就是开庭啊，开庭啊就听种种是闹，喉闹热的这个，喉喧闹的这个声音，精神摸烂的，这个不是这个什么，摸烂的，摸烂就昏烂了，精神摸烂了，昏烂了，什么也都忘了，这时候，二者必听，既无所闻。二者呀，这个听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耳朵啊也聋了，听不见什么的，啊，
既无所闻，幽魄沉默啊，这时候啊，他这个魂魄啊，也不知道沉到什么地方去，就是木烂。若是成佛，若闻才能危财为妻，若见才能危雷为吼，为恶毒气，处其才能为鱼为乌，撒诸毒虫，周满身体，诸位才能威能威绝，种种杂灰，诸处才能威出为鬼，威愤为鸟，注意才能微电微薄，摧摧心魄。若是像上边所说这个文博，注文，这个文博呀，注到文这个耳根上边，注到这个文臣，才能微宅为气，宅呀就是宅背，气呀就是气问，也就是审问。尤其啊，你在生的时候由这个文臣造出种种的这种恶业而受啊，到地狱里就会被宅问，会被气究。铸剑才能，如果这个文博呀铸到剑上，就能啊威雷威吼，能啊有这个雷吼地狱，威恶毒气，有一种啊恶毒的气来熏。铸息才能威雨为物，住在这个洗尘上才能啊为雨雾，在这个地狱里啊一天到晚都是这个雨雾的地狱。撒诸毒虫，这个鱼啊里面下一切的毒虫，这个毒虫啊在你每一个毛孔里啊都咬，在你毛孔里钻，都满身体，满身都是这个毒虫。诸位才能威能威血，住到胃尘上呢才能威能威血，种种杂秽非常的不洁净。住土才能威出为鬼，这个住到土尘上啊就能做这个畜生或者做鬼啊，威愤为尿啊，在这个愤尿地狱里去受罪去。注意才能威电为薄啊，在这个这个薄电地狱，一天到晚呢总有好像这个闪电似的下这个冰雹，受这种痛苦，摧摧心魄，能把这个鬼的心魄都给摧碎了。三者秀宝招引恶果，雌秀夜交，在林中时心间毒气冲散远近，亡者身时从地云出入江狱。第三呢就是秀的果报，这个秀啊鼻子你不要以为它就单单这么闻一闻味，它还可以造什么业呢？
可是啊，他就闻这个味，也就啊，可以造成一种呢业，因为他贪着闻这个味，味尘，啊，闻这个香，贪着闻香味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也就会不正常，不正常，譬如贪闻女人的香。那么由这种的邪见呢，也就可以造出种种的恶业，受种种的招引，种种恶的果报。此嗅业交，这个嗅业和其他诸根呢这种的业交界，在临终时，这个人呢当死的时候就先见毒气，看见呢他再生的时候愿意闻香气啊，现在啊就变成毒气了。你要知道啊，世界上那个香的东西啊，香到极处就是毒气，就有毒气冲散远近的，这个毒气啊在它远的地方和近的地方都有。王者神识从地涌出啊，他因为看见那个什么地方都是毒气呀，他也从这个地呀涌出出去呀，他以为没有毒气，想逃避这个毒气，殊不知一逃避这个毒气呀，也就啊跑到啊这无间地狱里去。发明二相，一者通文被诸恶气熏及心扰，二者塞气通不通，闷绝于地。发明呢两种相，一者呢就是这个通文，这个通文呢就被一切的恶气诸恶气熏及心扰啊，用这个心里啊扰扰不安啊，也不知怎么样好。二者塞闻啊，闭塞，把这个闻性的闭塞住，气脱不通，这个气呀 啊不通气，不通气呀、啊、闷绝于地，就、啊、闷的要死了，闷绝于地。若是秀气冲洗，才能为之为旅，冲见才能为火为炬，冲听才能为墨为逆，为阳为肺，冲胃才能为馁为爽，冲楚才能为战为烂，为大肉山有百千言，无量杂食，冲思才能为灰为障，为非沙粒，既虽身体，若是秀气，这个秀气呀、啊，冲洗才能为之。这个之啊，也是之问。为旅，这个旅啊，就叫你旅行你所做的事情。冲见才能为火为炬，变成火炬地狱。冲听才能微末微逆，为啊这个末逆，就睡水淹了，有啊末逆地狱，有这个里头又有血水呀、啊，又有这个尿啊之类的，微阳微肺，我能变成啊这个阳童，
你就能啊变成这肺汤，肺汤底，从胃才能微馁微爽。馁啊，这个鱼肉啊，放的时间久了，这叫馁，就坏了，馁坏了。这个汤啊，时间久也变坏了，这叫爽。这个呢，就是所吃的东西啊，不坏了，这种的变成这种东西。冲楚灾能，微战微烂，就是破烂，为大肉山，就是变成大肉山，百千眼，有百千只眼睛在那个肉山上。无量杂食，有无量啊，无边那么多虫子在那儿，吃你的身上的血。冲丝灾能，冲到你这个袖啊，冲到丝上，就能啊为灰为胀啊，这个一切的这个不洁净啊，有一些个这个病痛啊，来呀、啊，由这些个灰尘呢、由这一些个瘴气呀、来熏，为飞沙粒，又变成了这个飞沙走石沙粒啊，这沙块呀、土块呀，击碎身体。那么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它就来，就击碎你的身体。